今天过来抽这个，怎么说呢？可以算是所有坑里面最下面的一个坑，大潮水才能追得到。今天为什么海边人这么多呢？就因为大潮水货比较多，所以刚才还人很多很多的。我和我哥已经在那个地方了，开始抽了。这个坑蛮大的，然后挺深的。今天潮水比较晚。 感觉马上都快天黑了，希望今天有好的收获哦。这个坑，昨天那个海鳗卖了460多，460几块钱，后来我算那个饭店老板460，那一条可以哦。希望今天更大的来一条，<笑>快干了哦，一条猫鳝。哎呀，哇！ 会飘啊！我看你怎么飘，哥，你后面，你后面。哎呀，喂，哇哟哟，抓稳了，猫砂。哎嘿嘿，爽哦！拿桶在后面。一条妈妈鱼。哎哎哎，你看，还跑。 硬邦邦的，吃起来不好吃。我来，它的指甲都是红的，应该是女的了。嘿嘿。哇！哇！两，两只，来来来，一人抓一只。哎，你小心小心，它会夹。来来来，小心手，我来吧，我来吧。 两只。